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角色很难扮演，也很难被理解。你知道那个角色是什么角色吗？妈妈。妈妈。我要在这里道歉，太太，你也辛苦了。人生有很多时候，走过了之后回头一看，我们在过程当中真的有一些疏忽，不管你有多么在意，还是疏忽。最麻烦真侪物件，我拢想起个，灶卡是伊的天下，囡仔健康是伊的关心。你所想的都是孩子，你吃饱了吗？你健康吗？一日到拢过灶卡过条条，物件煮伤咸，囡仔爱。阿就无满意，物件煮伤正，阿嘛感觉咧无满意，啊，跌当面，啊，跌当，不过不要紧，有妈妈的手甲咱无聊的，有上帝甲咱揽的，咱能够到位，我们用教会打下去的时候。下面就遇到了一个那个地下的水沟，所以我们再继续打下去，再下去之后，我们的永福教会是建立在一个大磐石之上，所以不管它怎么摇，我们永福教会应该不会有问题。今天你在这里，你就安心吧。啊，而且我们在庆祝母亲节，就现在就在享受，就像在摇篮一样，对，放心。妈妈，物件啦，收满出来，讲巴肚摇到死，先暖你的胃声。物件啦，早一点出好了，快出来吃，快出来吃，啊，都不要跟他妈点点手手，大家炒炒量，炒炒量。所以妈妈真的你们不容易，不知道大家的需要在哪里。很多时候身为女人总会觉得最糟糕的事才是情感控，但是是的，好像很辛苦，但是到今晚的长夜工无情节了会高收会长夜的点了了父亲节难搞哦，你到去个包，去个面，我不要个店，餐厅他们不参加。啊，你就知影讲，虽然妈妈一生很难被理解的爱，但是最后还是妈妈最被纪念。每一个孩子，假如你是一个不平凡的贡献者，我想你要感谢妈妈，因为背后你的生命都有妈妈一双看不见的手，就像云雀刚刚所献的诗歌，看不见的手。今天我们读了两段的圣经是有关于耶稣的，耶稣的一生背后也有一双看不见的手，妈妈玛利亚。在婚宴的时候，主人连续七天请客，犹太人的习惯是若嫁娶，特别是像一个娶新妇，连连爱给人吃七天。你知道七天之后，你预备的东西不一定到人家。那今天我们看的可能不是东西不够吃，不是东西不够吃，而是什么不够喝？酒。酒到了一半之后就没有酒了，就让主人去叫。就不民主了。就在这个主人呢，很没有面子，很难过，不知道如何处理。2000年前要哪里去临时拿到调到那么多的酒，不可能的。主人在里面很焦躁，在这里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出现了。他做了两件事情。第一，他跑到耶稣的面前，偷偷的跟耶稣说。主人没有酒了，但是耶稣好像回答得很不礼貌。
耶稣回答说：“妇人啊，这干我什么事？妇人啊，这干我什么事？”就是这一句话，你听到的时候，你觉得耶稣有礼貌吗？耶稣不礼貌。耶稣跟这些小朋友同款，对伊妈妈咧甲讲声，常常拢无礼貌。耶稣说：“妇人啊，这干我什么事？我的时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因为玛利亚她没有停止她要做的事，一转过身去，她对现场的那一些服务人员又偷偷的提醒了一件事：假如耶稣吩咐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听从。他说：“耶稣哪对交代恁创啥，你就听吧。”玛利亚在背后做这两件事，是主人不知道的。告诉耶稣：“主人没有酒了，怎么办？”妇人啊，这干我什么事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然后他转过去对服务人员说：“他吩咐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。”想不到时间到，耶稣认为他的时候到了，他真的就要起来吩咐那一些服务人员赶紧讲，把这水缸都讲讲了。这水缸是2000年前你行路出去，卡拉十主人伫伊个门口，为着因为着人准备，然后给人抢卡洗卡洗手的水缸。耶稣去的时候，把那些招待人员说，把这些水上掉，重新又灌新的水下去。耶稣这么说，因为前面有玛利亚的吩咐，那些服务人员就照做。水停满，耶稣十几个跟他们说：“请把这一些水掏给客人喝，各位拿去喝了。”客人竟然这样说：“主人啊，你是今天的宴客是怎么排的？我们的传统是喝酒给人带先啉，声势你是喝酒排在后面给人啉，头前有一挂人给走了了。”各位，他们不知道，这当中有一些微妙的变化，不是主人的安排。第一个生气，耶稣所做的。背后有母亲玛利亚的影子。各位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我看到许多妈妈在教导儿女的过程当中，常常有许多的不愉快，有许多的碰撞。我在这里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妈妈的教育法，是玛利亚的教育法，可以让我们学习的。第一，相信耶稣，耶稣。他相信耶稣，做一个妈妈的，他把许多的爱跟关心带到儿子的面前，跟他说了之后，玛利亚就退开。他相信他的儿子，他信任他的儿子。第二，他转过去，预备一个场合。把那一些夫人暗中都交代了之后，他又退去。在教育的过程当中，特别是对儿女的教育，往往大人留下空间。妈妈到尾啊，常常到囝儿常常袂好势，就是迄个太紧迫性的，太紧迫性。所以常常让人感觉讲，妈妈、爸爸较早念，还是妈妈较早念？妈妈吵吵念，吵吵念，吵吵念，喝完了，喝完了，你受够了没有？就是因为妈妈的爱，常常是的，是的，很爱，但是那个爱很急迫，爱没有空间。特别是现在的教育，请妈妈，21世纪的妈妈，跟2000年前的玛利亚学一点。你真的，你从小就好好的爱你的儿女。好好的教导他们，但是留下一些空间给儿女自己做裁决。
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。真侪时阵，你只顾甲讲，伊袂停边，就爱听候伊家己，家己做爸爸妈妈了后，伊家己才会恍然大悟。但是，如果搞不好做妈妈、做爸爸了，他也还不明白。等到伊还佫做阿公阿嬷了，伊才会明白。所以，人生的苦难就是一段一段你自己过，很多时候你真的不明白。你会像我刚刚所说的，一生的流程当中，你犯了许多的过错。因为你太焦躁，你太放不下。那你家那边的公妈妈，母亲节，还有一件事，就像今天我们读的圣经，耶稣那个性情好的一个耶稣，为什么进到了耶路撒冷之后，他开始冰斗开始亚逼怕狼？身为妈妈的，他跟随在旁边。可能那时候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文件在今天里变小，性格变加坏，到底是安怎？我告诉你，很多时候你真的你也不懂。玛利亚圣经都记了好几次，玛利亚有一个特质，她把目前不能理解的事，她都放在心上，她都放在心上。所以今天时阵，那你高油的桂林的中间，把你的爱表达了之后，稍微你退开，把你的话讲完了之后，稍微退开，留下一点空间，尊重你的孩子，给你的孩子有自由选择权。等到他的时候到了，他希望能够回过头来。那今晚现场亲嘴，妈妈已经迷老啊！我希望所有中年还有年轻的人。你回过头来看看你身边这一些老阿嬷，中年空空巢，到老年的时候，搞不好是非常的孤单。希望他们走过一生的劳苦，许多不能被理解的爱，在他们还没有凋零之前，金水喜尊，赶快回去过头去，牵他们的手过马路，牵载着他们到教会来做礼拜。让他们年老的生命有伴，有人带领。现在颤抖的手需要有人牵扶，就像过去他们在牵扶小孩子一样。愿上帝听到阮念念，让咱的中间上帝舒服，非常的好。三个来祈祷。我感谢上帝，我阮有妈妈。我感谢天顶的上帝，你做我天顶的大老爸，你嘛是我天顶的大老母。感谢祈祷，靠主圣圣名，阿门。多谢牧师，啊，你也真的。